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集灵异前线，我是 Ghost Hunter 秦明。那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看到我左手边这一位的美女 Oni 哈，那她这次也自愿参加我们的一个拍摄的部分。Oni， 这地方感觉如何？早期应该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栋住宅，豪宅哈、哦，对，很豪华，豪宅，废弃了就变阴宅了，不 对，确实浪费，对，因为其实就像我讲的，有一些房子到了后面没有人气，其实就会住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，好兄弟进来哈、哦。我曾经讲过，屋主有时候鬼庙，但有时候屋主呢也会想要找个地方住嘛，对不对？好。那这地方呢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其实逃跑有来过，那我今天也让欧宁挑战一个人独自拍摄，希望大家多多给他一些指教跟支持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带大家看看这边的环境跟故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欧宁，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屋子，在地人所介绍的，而这屋子呢，在这里已经废弃了将近二十几年。会废弃的屋子一定有它的原因，而这个原因说真的就有一点毛骨悚然。这边是楼梯，散落一地的垃圾，啊，这边就是窗户。这栋房子格局真的蛮怪的。这边是香炉，整个就是香在屋子里面。之前有个传言，在这边的二楼呢，看到了身穿白衣的女子在二楼游荡。玩家们在打生存游戏时，确实在二楼有看到身穿白衣的女子，当下不以为意，因为玩生存游戏看到黑影，当然就开枪嘛，没有想那么多。但在游戏结束的最后清点时，二楼却一个人也没有。这边就看到隔壁哦，窗户都很大。这边这栋屋子特点就窗户都很大。哎，旁边是废弃工厂。当人数清点时，却发现二楼没有其他玩家。那在二楼。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这边就看到隔壁栋，这边是厕所，啊，镜子都不见了，拍远点给大家看。散落一地的瓷砖，现在带大家到三楼，三楼应该就是他们的顶楼了。一样，大窗户，都是瓷砖。
现在就看到隔壁的格局。其实来这边还蛮舒服的啦，蛮凉的，又空旷。这边就有点危险。我也不知道当初这个设计是有阶梯还是怎么样，这边看是空的，可是它却没有像这种水泥墙可以围起来。这边就是旁边这一栋是秦明要拍的，待会秦明就会拍给大家。大窗户。那我现在准备下去了，走这边真的要很小心。满地的碎瓷砖，来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外观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哈。这是我要拍的这一栋，因为前面这一栋呢，欧米他已经拍完了，而我呢带另外一栋给大家看。那现在这一栋呢，其实是比较大栋啊，当然苦差事是让我自己来做的嘛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真的是以前的装潢真的是很赞哦。然后你看前面还有一个这沙发，哦。那我相信刚刚欧米已经有跟大家讲过说，这个房子曾经有一些人过来拍摄时的一个故事哈。哎，这地方我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以前的佛堂吧，因为这地方它红色的哈，那应该是佛堂才会漆这种颜色吧。对啊，然后这个还有放一些椅子，会不会现在就有人坐在椅子上在看着我呢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欧敏他在拍摄时有没有碰到些什么状况，但是我相信他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这里之前有听到什么样的故事，然后甚至说那个这里是一个鬼屋哈、哦，对。楼上，我现在犹豫一下，我要从楼上拍下来，从楼下拍上去，三楼应该还好。好，先看一下哈、哦。那欧米刚刚他有讲说这里的故事，我现在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哈。这个故事其实不算是故事，算是我的亲身经历吧。哇，小便斗哎，其实我蛮想在我家里装个小便斗的。对啊，哎，早期这二十几年家里还有小便斗，这个非富即贵啊，这个房子实在是不得了啊。对啊。哇，而这地方呢，我相信大家，我这样拍，大家应该多少会有一些印象哈。那这印象就淘宝好兄弟他们曾经来过，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其实这个点我是叫他们先来的，因为这个点我其实已经留了很久都没有拍摄。我相信大家之前有看到那个香港我们杰仔来台湾的时候，他也有来做一个拍摄哈。奇怪，我在这里好像闻到白米的味道，可是。对啊，可是这里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其实不知道呢。这应该是以前的厨房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一个空间，它好像可以通到欧宁刚刚在拍的那一间哈、哦。哇，这里好凉哦。这是阴风阵阵还是什么，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哈、哦。对，那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功能，但是我看起来它像是一个住家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废话，
我终于要来开始进入正题。其实我的亲身经历就是，我知道这个地方之后，然后我就有带一些老师啊来这里去做一个拍摄的部分哈。那拍摄的时候，其实不能说拍摄了，就是让他们来看一下这房子。他到这房子的时候，他只等一下，突然一个气不是弄不上来。他说带老师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他感觉到这房子很奇怪。什么样的一个奇怪法呢？其实这个以风水的角度来讲，它是真的还挺不错的。面山前面也有小河，后面也有靠山，以风水角度来讲很不错。但为什么它会废弃呢？其实他自己也觉得很莫名其妙。然后曾经有带过两个老师，一个老师说他感觉到这个房子里面乌漆抹黑的，就是有黑黑的一团气在这里面。这个是床哎，他就觉得说这里有一团黑黑的气。那这黑黑的气某方面来讲像是一种怨念，他就感觉到一个怨念在这里。这是第一个老师说的。那我曾经有带香港的老师来过这里，那香港的老师说，哇，这个等一下怎么过去，他倒还是可以过去看看哈。那香港的老师说呢，这个地方很有很大的问题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他废弃了20几年，而且这么大，他为什么不愿意再继续的发展之类？而且现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哈，哎，这有衣服哎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人在拜的那个佛龛，哎，佛那个叫什么放神像的东西在这里面呢。不然向警政单位备案，公诉罪起诉。哦，说到这个，我就记得我带香港老师来的时候，有碰到警察，警察有跟我们讲说，进来里面拍要小心，因为是想让流浪汉住在里面哈。你、哦、这地方进去看看吧，这是通电缆吗？也不知道呢。然后那个香港老师来的时候就说，这房子不对，应该有发生过什么意外，但是。这房子已经20几年，说真的，早期的新闻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，它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也很难了解。因为林口其实早期有一个很有名的林清月命案，这也是一间房间哈、哦，但它不在这里，而且那地方已经被买走了哈、哦。好，香港老师就说了。假如这里没有死过人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有被人家做法。而且更匪夷所思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刚刚前面拍摄到的画面哦。哦，好高、哦！就是在他大门口进来一个香炉。哎，说真的很奇怪哦，在怎么讲？因为为什么会在门口放一个香炉呢？而且它是做固定的，它不是做那种可以移动的。那假如以住家来讲的话，为什么要把一个这么大的香炉在门口呢？这也让人匪夷所思。那刚刚香港老师就讲了，他说这地，假如说会不会是在盖房子的时候有人对这个屋主有怨念？或是不喜欢这个屋主，还想要诅咒他，很有可能就是说，在房子打地基的时候，他有给人家埋了什么东西在下面，所以说导致这个房子一直发展不起来，做什么都不顺。哇，这房子真的还蛮大间的，早期这么大间的房子，哎，风景又好，前面又是一个山，而且。
在这里面。就真的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而且这厕所真的很多，而且这房子住起来一定很舒服啊，真的都有小便斗，一般的房子为什么要用小便斗呢？这就像公厕一样啊，男厕小便斗，这会不会是工厂的宿舍？哎呦好高，没有围墙啊，上去看看。我GG了，这地方太高了，然后又没有墙，这已经超过我能力范围了，所以说我就拍这边的景给大家看一下哦。然后上面那个是水塔，哎，可是说到水塔，又想要上去看看。哎，这个是水塔吗？是哎。好高、啊！你是水塔哎、欸，我把摄影机放上去更好了，看能拍到些什么东西。而且我感觉到这个水塔里面的气很不好，很热，很闷热。我下去，妈呀，好高啊！这个是我的罩门，我最讨厌高的地方了，吓死人了！哇，好高！好，那刚好跟大家讲说，香港老师来这边看，就觉得他风水不好，有可能是地下。有可能埋了些什么东西，而之前淘宝他们曾经来过，我事后有问那一集来这边的老师，他说他也感觉到这边气场相当的有问题，会不会是以前真的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其实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拿机器来跟他们做个询问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我先下去。热死啊！好，我把欧尼一个人丢在另外一栋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哈，所以说我现在去找他。来，各位观众，那个都看完我跟欧尼拍的前面两栋哈，它其实旁边这里还有一栋建筑。那这个建筑呢，我真的有脚会软哈，大家可以看。好高 哦，真的好高哦！欧敏，你应该不怕高哈、哦？还好。啊，好丢脸了，男生比女生还没用。对，其实这房走下来，我看到这个，真的，我觉得它会不会是一个工厂？欧敏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废弃工厂。对，而且这个会不会是就是给员刚刚那几栋会不会就是给员工住的宿舍？可是工厂又很奇怪。工厂的话，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漂亮？员工宿舍简单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用的那么漂亮？好高，脚软了，好危险。对啊，而且这个钢筋裸露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呢 ？You are my king. OK.这个有可能人家乱涂鸦的，但是我之前来这边看景，我看到这个我就想，他会不会早期是个瓷砖工厂？你看这都是瓷砖啊，对啊，而且你说这一片要贴瓷砖，它上面那个墙应该都是会有一片一片的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我觉得中间那空有可能是架一些机器，是制瓷砖的机器 ，OK。好，对，那这个工厂呢，其实逃跑之前来着，他跟我讲说有一个一定要看，那个是什么呢？我带大家去看看哈、哦，小心哦。
次，但是我对高度真的很感冒，我讨厌高，我觉得这个比看到真正的鬼还要可怕。那这其实你看上面真的很高啊，对啊，而且都没有栅栏，这个要我上去有点痛苦，要小心走哦。这个我们离洞远一点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哎。然后淘宝叫我来看的就是这个，这个哇，蜘蛛，那个壁虎在抓在吃蜘蛛的样子哈、哦，这个好像是狗狗的动物尸体遗体，好可怜啊！他叫我一定要来看这个，对吧？狗狗会不会是想走的时候要走的时候？被困住，应该是不是困住？我想会不会有一些动物就是哈、哦，它不想让人知道它要走了，所以说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就这样子离开了这个死人世间，很有可能。对啊，好可怜啊！好，哇，这下面积水哦，那这地上还有一些鸽子的毛，会不会是这里之前有住一些鸽子？因为它是开放性的空间哈。对啊，那这是它的地下室。地下室相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属阴的地方。那看到这地下室，我想我待会可以在哪个地方做感应哈。对，好，那欧尼，我们这边也拍，还要去楼上拍吗？应该不用了吧，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蜘蛛网很多。蜘蛛网我是不怕啦，但是我是比较怕高度嘛。对啊。高度让我会比较不舒服。好，小心走，小心走。来，我这边稍微拍上面给大家看哈。那看上面的同时，也注意你的脚下哈。对啊，小心那个洞哈。对啊，这上面我实在是有。但是我实在很不想走上去，我对高度太感冒了。对，你走过四层楼啊？四层啊？从外面看看，应该还有一层。算了，这高太高的地方，好，没有关系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接下来的感应部分。那我们先回到那边去吧。哎，欧尼，嗨，这样自己走了，第一次自己走，感觉如何？坦白说，第一次这样压力蛮大的，压力蛮大的，但没有关系，我相信多训练几次你会越来越好。嗯，对，我也这样觉得。那这一次你也要第一次来挑战我们的感应部分。好，你应该蛮好奇感应的这个部分。是。好，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东西。嗯。Only 的感应，我先让他玩个新东西看看。这东西呢，刚好鬼月很应景。而且也结合了东方的一个文化跟传统，就是卦杯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哦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第二节感应的部分哈。那我是秦明，那前面这边是欧尼哈。我今天前面部分的问题我陪他来问，因为第一次不要给他太震撼的教育哈。而他手上拿的一个东西就是宝贝哈。那我们就这个房间呢，其实就是好像疑似有流浪汉住过的地方。那我甚至说看到说这个衣橱里面
好像曾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衣橱里面好像曾经有人在这边拜过什么东西，所以我选择这个地方让欧宁做一个感应的部分。是，对。那今天呢，欧宁在感应的时候，旁边其实也准备了一台机器。刚刚在开始之前，他其实已经叫了很多回了，所以欧宁还好哈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哈。对对对，好。那接下来就有可能要请你来问一些问题了哈。好。对。欧宁，那今天第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？第一个我想问说，请问各位好兄弟，这里是否有流浪汉在此住过？是的话，请给我那个叫圣杯。圣杯。然后不是的，请给我笑杯。谢谢。哇塞！圣杯耶，圣杯耶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动。好，你看一阵一反哈，那我们现在来试，我再问问看哈。那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前面这里有一台机器，那这台机器呢，你只要来触控一下前面在机器的天线，它就会叫。我想来问一下，就是各位好兄弟，这个圣杯是有哈。那有的话，可以请你来碰一下在机器的天线一下嘛。啊，好热烈。对，有哎，很热烈哈。好，感谢你们的回答。是。那我拿起来哦。好 ，OK。那我接着问第二个问题。是。请问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请问这里是否有一位女性灵体存在呢？如果有，请给我圣杯；如果没有，请给我笑杯。谢谢。笑杯没有哎，没有。对，女性灵体没有。好 ，OK。拿起来。先拿起来。好。对，那没有的话，应该不用问了哈。对。对。啊，好，那第三个问题呢？第三个问题就有一点，啊，我还是要鼓起勇气来问他。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请问我身边是否有灵体存在？就是围绕在你身边这样子。对对 对，是否有围绕在我身边？如果有，请给我圣杯；如果没有，请给我笑杯。谢谢。笑杯。也是笑杯。对，你气场比较强，大概没有人想理你吧？对，可能是。对，如果留情你，可能在这应该就会有了。啊，搞不好，那我来试试看好了，你来拍我看看好了。好，我来拍你。你好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来打扰你了。那小弟想请教一下，你们现在是否就在我的周围？假如有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圣杯吗？谢谢。圣杯耶。我还没拍到。有拍到哈？没有哦。等一下，我来。都对不到啊。不是，在这里。圣杯，大家看到了哈？那大家看到了哈？圣杯哈？那我现在用机器来问一下，各位好兄弟们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反而是跟在我身边呢？假如是的话，可以请你来触碰一下在机器的天线一下嘛，谢谢。哎，机器反而没反应呢，好奇怪啊，好奇怪啊。再问一下，哎，有了。好吧，看样子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。看样子好兄弟好像比较喜欢我。对对对。那我就想到说，上次那个监狱带去的俊雄，会不会是真的被我带过来的？对，而且像这种东西，每次你在的时候都特别的热烈。真的。那欧尼很好奇哈、哦嗯，再问，再把杯拿起来。好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到后面拍摄都有带一些香哈、哦。那这些香，你可以问一下好兄弟说，需不需要我们烧给他呢？好。对，假如愿意的话，就给我们一个圣杯。好。请问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有带一些香，那需不需要我们烧些给你们呢？如果需要的话，请给我圣杯；不需要，请给我笑杯。谢谢你。圣杯耶！你别别碰，别碰，因为我这样看不清。OK。哦，你看不清楚，你看我要摸一下，一阵一反，
希望哎、欸。对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宝贝这个事情，我真的很悬哎、欸。嗯。对啊，因为大概猜出来他们的希望。啊、好，那欧尼没有关系，你还是烧香给他们拜一下。欧尼刚刚说、嗯，好兄弟回答了嘛，他想要你烧个香。嗯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拿三炷香来烧给他们，跟他们讲一下哈。各位好兄弟，感谢你们的回答。因为刚刚有提到你们希望我们烧香给你，所以我们就烧了三炷香。非常感谢你们刚刚的回答。接下来呢、嗯？我自己做感应，因为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。好。对，今天非常感谢你，下次拍摄有可能就要留你一个人做感应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换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做感应。今天也辛苦了 Oni 陪我们做了一些拍摄，以一个女生来讲应该支持，很辛苦啊，说真的，出外景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。那我现在选了第二个点做感应的地方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刚刚我有带大家来到一个像工厂的地方，那工厂是不是有个地下室？而且刚刚有看到狗的尸体，所以呢，我就选了这个地方来做感应。一个人，那这地方就真的比较闷了。啊，苦差是我自己做了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感应哈。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这就是地下室，但是我没有到深圳下面，因为它有水哈。然后刚刚看到那个狗尸体的地方就在前面。我今天呢准备了这一台机器来跟我们做一个问与答，那在机器我放在旁边，随时去侦测磁场哈、哦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刚刚欧宁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他有用广播的方式来做一个问与答的部分。惨叫声，突然乱叫。就是不想让我问问题的那个吗？好 ，OK， 不管哈，我还是该问的得问哈。好，那我今天透过这台机器来询问的第一个问题，不对，应该说，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。那个刚刚在另外一间已经有跟你们询问过一些问题，那小弟把这台机器拿到这地下室来，想要跟你询问一些其他的问题，那小弟在这边跟你玩个游戏，假如小弟跟你问的问题是对的话，可以请你来触碰一下这台机器的天线一下嘛，碰这只天线他们就会叫，然后来证明你们的存在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请问一下，你想要回答男生的问题吗？因为刚刚是一个美女在跟你问问题嘛。假如愿意的话，可以请你们来触碰一下前面这台机器的天线一下嘛，谢谢，叫了。好像太亮了哈，我把灯关掉。我现在用全暗的环境来做一个拍摄哈。对啊，我现在把手电筒关掉了。对，那我现在这边已经回到全暗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看样子不会有男女差别的待遇哈。对，想做美女的话，有可能他们回答比较开心。好，那小弟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请问一下。这边是否有其他灵体的存在？因为有人说在这边的二楼有看到一个女性灵体，但刚刚宝贝问是没有的哈。那小弟就想请问一下，他们看到是别的灵体，有可能不是女性而是男性呢？若是的话，可以请您去触碰一下这台机器的天线一下嘛。回得好快，好，看样子是有哈。那有可能就不是女性了，因为说真的，白白的，哦，好，停了，看样子玩的不亦乐乎哈、哦。一直叫哎，好，那各位好兄弟你们好。小弟想要再来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，请问一下，
这边是不是被诅咒了？我所谓诅咒的意思就是，这个房子的地基下面是不是有埋了一些不该埋的东西，导致这边的房子就这样子而废弃了呢？若是的话，可以请您去触碰一下前面在机械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我是全部都叫了，我先把这红外线灯给关掉好了。叫嘞，那就跟那个之前的香港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哦。好，这个这样太黑了，因为你看这红外线灯只能照到我照清楚我周边哈。来，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。那小弟想要再请教一下，就是是不是有人故意在这边做了一些事情，导致这个地方发展一直不顺遂？若是的话，可以请您来触碰一下前面在机械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讲完。好，非常感谢您的回答，各位好兄弟。那小弟想要再请教一下哈，那这股怨念是不是非常的强大？因为有听说过，就是说听一个老师讲过说，他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黑黑的气体存在，那股怨念是非常的强大。那假如是的话，可以请您来触碰一下前面在机械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叫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我之前有问淘宝宝好兄弟那个来这里的老师哈，那他们也有回答说，那个是真的有，他也感觉到不好的气场。对，那个就跟那香港老师讲的很类似，而且在机械为什么现在一直叫不停呢？好，那一样老问题，各位好兄弟，我想要问一个比较好玩的问题哈，你们会比较喜欢回答男生的问题呢，还是女生的问题呢？若是比较喜欢回答女生，男生的问题的话，可以请您去触碰前面那台机械的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哎呀，这个问题虽然有点搞笑，但他们比较不想要回答我的问题，好奇怪啊。那我准备了这台机器来跟我们做个问与答哈，对，看一下我开机了没有？好，开了。来，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小弟前面有这台机器哈，那可以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能量吗？谢谢，给我一些能量证明你们的存在，谢谢。0.1.2。这个灯都会把它照得反光哈，只有到0.3哈，0.03。能量的反应是有，但没有说很强哈。不像上一集去监狱来这么强。那我再用这个方式来问一下，就是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今天让你们怨念很强的话，可以再给我一些强一点能量吗？谢谢。刚刚现在又有15。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假如你们怨念比较强的话，可以再给我强一点的能量吗？谢谢。
六十几而已哈、哦，真的在监狱有破纪录哈、哦。先小心走，小心走一下。假如你很不喜欢我问你这些问题的话，可以再给我强一点的能量吗？谢谢。这直到五十级，那机器刚刚有一些反应哈，给大家可以看哈，两台机器都有反应哈。四十、五十级紧绷了，然后机器有在问。79最高到78 79对70几而已、哦、那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小弟还有一台机器可以透过无线电波收到你们的声音，假如你愿意用那台机器跟我们沟通的话，可以再到70几一次吗？谢谢。70可以再强一点吗？谢谢。100多了，看，哎，是我看错吗？刚刚到70哈、哦，有了，破了，看样子他愿意用机器跟我们来弄个声音哈、哦，那这台机器已经有叫了，然后。那个也在叫了，这台机器也在叫了，所有机器都有反应了。128，好，虽然没有监狱那只强，但是这个能量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联合盒子来跟它做感应的部分吧。好，我们联合盒子感应键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刚刚有说到哈、哦，就是要来进到联合盒子感应的部分。那我现在呢，选择了这个佛堂，那佛堂在拜的时候。因为他已经废弃了哈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怪阴森的，所以说我请 Only 一个人透过灵魂盒子来问问题。那还好，喇叭坏了哈，要不然就听得更清楚。但是待会在拍摄的时候呢，我会把摄影机放在上面，把灵魂盒子对着喇叭，让大家听得更清楚，他们有没有回答问题。嗯、那接下来就要麻烦 Only 您来问问题了哈、嗯。对啊，好，加油。那我就先离开了哈。
你们好，我现在来和你们请教第三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在二楼其中一个房间有看到流浪汉居住过的痕迹，然后我们刚刚在广播的时候，你们有说这边曾经有流浪汉居住。那请问他离开这里多久了？终于结束今天的拍摄了哈，现在时间也不是那么早了。比如说这房子其实待到这时间还是有点恐怖。我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，包含这个房子也不例外。至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我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宝贝有问说这里有没有人死，第一波有，还蛮神奇的，但那个是什么时候的故事？说真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不知道。欧尼，你今天拍了这段时间，在里面待这么长时间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？其实我就觉得这栋房子很可惜，很可惜。对，是因为我毕竟它这么大，空间这么大，对，太可惜了，就这样废弃不用。对。不管怎么样，就像香港老师所讲的，是不是他遭受到了诅咒，有人在下面给他买东西，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讲，不要太将心比心了，不要做奥客做得太离谱，要不然小心哪一天哈，真的有人对你不爽，做个东西害你，搞得一辈子都不能翻身，所以将心比心，对，不要做好事，多做好事，然后散发正能量，对，再来广结善缘，广结善缘，对。因为你假如做人太机车的话，小心下一个就是你哈。我应该中了很多箭了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今天也拍摄完了，那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为止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喽。拜拜。